三年你都唔知師傅嘅心意，佢講嘅
天國，佢有講天國就唔係講以色列嘅國度。所以我呢度咧，我就覺得門徒不至於蠢到國，即係話經歷咗咁多好重要嘅事件，都應該懂耶穌嘅來係宣講天主嘅國。所以佢哋呢個問題個問主，你係咪而家就復興呢一個國啊？你一路宣講嘅王國啊？呢個係唔係現在就係唔係呢個時刻啊？好可能門徒問嘅係呢一個啊，耶穌一路宣講嘅天國。但耶穌嘅答案就係話：佢冇答呢個問題，所以呢個由天父去做決定啊。佢跟住就俾門徒呢個咁樣嘅使命，呢個使命係從前冇嘅。唔好忘記，從前門徒係被耶穌派遣出去傳福音。傳福音傳咩嘢咧？天國臨近啊！你哋悔改，順從福音。早期門徒係未經歷過耶穌嘅苦難，亦都冇經歷耶穌嘅苦，所以係冇得去宣講福音呢個信息。當時未有，所以早期宣講就講天國臨近啦，你哋要悔改，順從福音。但係而家復活之後，基督派門徒出去咧，唔單止係講呢啲話。叫門徒做佢復活嘅見證人，一個新嘅人，你要做我復活嘅見證人。這個就係我覺得我哋過升天之禮嘅時候一個重要嘅環節啊！我哋耶穌基督賦予我哋每一個基督徒一個任務，我哋係要為耶穌嘅復活作見證。中途就係出去就宣講呢樣嘢。保罗特别是一个多次讲耶稣的福音，自己就是连续一个见证人，他数清有哪一个经验过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他讲出来，自己是最后一个，他很谦虚将自己摆到最后，但是他就是一个复活的见证人，他愿为这个见证受多少苦都要告诉别人，我所见证的是真的，基督真的呢、这個一個好重要嘅任務啊！基督徒接受咗呢個任務，當我哋唔能夠為基督徒復活作見證嘅時候，我哋係有啲欠缺。當我哋未能夠為基督徒復活作見證，這個亦都係我哋天主教會頂堅陣嘅一個重要嘅意思啊！本來領洗的時候都領受了聖神的嘛，為何還要一件聖神的聖事呢？不要忘記我們領洗的時候是領受到一種恩寵，消極地消除我們的原罪，但積極地我們領受到恩寵成為天主的使命，這個很特別。领受圣神，使到我哋成为天主嘅子民，系我哋呢个生命嘅开始。但系，假定你系天主领洗嘅话咧，你就会话都唔系我自己做决定嘅，我都唔知我父母同我做咗呢个决定。当然，自己能够成为天主嘅子女，有呢份恩宠都系一件好好嘅事，得到天主嘅祝福啊！但始终唔系我自己做决定，但系领天真嘅时候就唔同咯。你呢只係你自己曉得選擇，我願意做基督復活嘅見證人。你令到呢份天主聖神嚟到你身上，俾你一份特別嘅恩寵，使到你有力量喺人面前做基督復活嘅見證，見證基督嘅復活，見證基督福音嘅價值。所以願意為福音的教值作見證，都是我們領了天神的人的一個任務。所以升天的時候，耶穌就給了我們這個任務通常我時時都會說，領天神的人不應該太細，細到都不明白所以今天呢都起碼12歲，甚至大一點都無所謂，因為是需要你真的明白我現在是
了得自己做了一個乜嘢決定，我點樣去為耶穌做事？不過就問下啲小朋友啦，如果你哋呢陣你點樣為耶穌做見證啊？從前就做耶穌基督嘅勇兵啊，勇兵係咩意思啊？即係見你打仗啊，見你好勇敢地去作證，要勇敢。唔好忘記我哋，即使香港嘅環境啊，我哋身邊嘅人大部分都唔夠，一啲有好多世俗嘅價值觀圍繞住我哋，我哋好多時都要喺一個咁樣嘅環境裏面做見證。如果小朋友喺一間唔係教會學校讀書嘅話，你身邊嘅同學仔大部分都唔係教徒，有時會挑戰你嘅信仰。你喺嗰個時候能夠起得起身，願意承認自己係教人，唔容易㗎。喺一個世俗嘅環境裏面，你係教會學校唔好彩啲啦，起碼唔會夠膽挑戰你。但係當你喺一間唔係教會嘅學校，呢啲就會出現。取笑你的信仰，你點呢？我問小朋友，你會點啊？千祈唔好打佢啊！我佢話變咗反見證㗎啦，因為我哋永遠唔用暴力㗎嘛。基督徒係我哋嘅一種價值觀，耶穌基督叫我哋唔準用暴力，我哋就聽耶穌基督嘅話嚇，所以唔可以打佢。咁點呢？點樣去面對住咁樣嘅同學嘅悲笑嘅時候，點樣做見證啊？所以。好考驗你啊！我就會話，你可以安慰自己啦。耶穌咁好嘅人都俾人笑啦，都俾人打啦，甚至俾人打死添啦。何況係我呢？對於呢個時候，真係背自己嘅十字架，曉得乜嘢叫做背十字架。喺人面前，你能夠話，雖然你成日都取笑我，我仍然係寬恕你啊，咁又唔錯啊。你做緊一個見證，我寬恕你。好似耶穌十字架上都寬恕釘死佢哋嘅，咁你又曉得乜嘢叫作證？呢個係付出代價嘅作證。嗱，升天係同使命有關，因為係要出去為基督嘅復活作見證。而呢個使命喺今日我哋呢個環境咧。很多事都同傳媒拉上關係，點解咁樣講咧？一般嘅傳媒啊，今日嘅傳媒好多都係對我哋基督嘅信仰不友善。一個好唔友善嘅傳媒嘅環境裏面，要點樣去做辨證？唔容易嘅事啊！在这个时候要坚持自己的信念，我们福音的价值观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。我记得一个朋友最近提过一件事，那件事就是最近传媒又好，整个社会又好，一路讨论着同性恋啊、同性婚姻的问题。他有一次就在 Facebook 里面回答这些问题，佢只係講出佢自己嘅意見，又唔係鬧啲嘢，人乜都唔係，佢唔想鬧交打架。佢只係話：呢個時代每個人都有自由去選擇自己嘅。不過咧，我就唔同意呢啲同性婚姻啊，呢啲咁樣嘅嘢啦。佢只係好多咁講一句，每個人都有自由去講出自己嗰個意願噶嘛。啊！立刻高天蓋地俾人哋圍攻啦，少少一句話啫喎。表達我自己的意思，佢都冇反對呢啲人，亦都冇攻擊任何啲人咁樣啦。呢啲就係網上興起，一刻就恐攻嘅，搞到最後自己都刪咗佢添啊！呢啲就係今日你要有勇氣去面對一啲你好唔同嘅價值觀。呢個就係做個辯證。嗱，當然啦，我又發現一樣嘢。通常他們都是怕我們基督徒的，我們都知道回教徒是反對這些的，但是沒有人回教徒講的我們又不可以用暴力，不要忘記我們一定不用暴力，但偏偏他知道你用暴力的，這是欺凌的。基督徒怎樣用呢？我又看過在網上呢，有時候有些很
嘅景和啊，喺呢個意大利嘅小合唱團啊，唱咗一次歌，呢個合唱團咁啊，主唱嗰個係一個小朋友，一個女仔。嗰支歌意大利文啊 ，Forza Gesù， 即係話加油耶穌，一個咁樣。支歌好好聽，啲小朋友好愛我，但呢個獨唱嘅小朋友唱嘅歌咧，佢有埋中文嘅解釋喺周邊，係好靚。佢就話加油耶穌，其實即係話安慰耶穌嘅，呢個小朋友安慰耶穌話加油耶穌，唔好擔心呢個世界不美好。當我喺神土為妹妹為爸爸祈禱嘅時候，同一直喺我旁邊支持我嘅媽媽祈禱，媽媽就向住我笑，我就感到最大嘅幸福。呢、这個世界有一啲小朋友冇我咁幸福，佢哋艱難地成長。但係只要有愛，就有一個天堂。孩子心裏面嘅美好，呢份美好就可以拯救世界。所以加油，耶穌好靚嘅啦！佢冇譴責任何人家，佢只係用一啲好靚嘅歌詞啊去講。父母、子女有愛的家庭是幾個美好的。嗱，呢份我覺得喺度做緊見證啊，有父母、有子女，然後有愛的呢個家庭喺度幾美好呢？佢就安慰耶穌：你睇下，耶穌你唔使擔心啊！只要家庭裏邊有呢份愛咧，就呢份美好就可以拯救世界，係呢份愛拯救世界。我覺得很靚啊，冇譴責喎，但係突出咗嗰個家庭父母子女有愛嗰種價值。就是、今日我哋基督徒成日都堅持基督徒嘅家庭嘅價值觀。嗱，另外一段咧就係、啲大人喺度討論性婚姻嘅問題啊。當然啦，雙方都有佢嘅理由，講出佢嘅理據。但是一個小朋友嚇，十一歲嘅小朋友嘅女仔，佢就講出佢心底嘅話。佢好簡單地話：邊一個小朋友唔愛自己嘅媽媽，唔愛自己嘅爸爸㗎？好簡單嘅，即係話每個小朋友都希望能夠有一個愛佢嘅爸爸、愛佢嘅媽媽，但冇小朋友係愛呢個。暗示啲咩嘢啊？暗示就係同性婚姻裏邊少咗一樣啊嘛，即係話你哋大人猛講你哋自己嘅權利，你哋自己嘅嘢，振振有詞都好，你忘記咗小朋友嘅感受，小朋友好希望爸爸嘅愛，媽媽嘅愛，佢好簡單地講咗呢啲嘢，我就覺得一個好好嘅見證啊，佢見證咗。一個家庭裏面父愛母愛嘅重要，佢唔係唔同你討論啲大道理，亦只係小朋友需要父愛，需要父母愛。嗱，呢個就係一個我反省。法國最近又通過咗同性婚姻合法化啦，但係大家都知道之前有幾十萬法國人喺街上遊行反對呢種同性婚姻，遊行裏邊就係有一班同性戀者，佢哋參加呢個遊行，點解啊？因為佢哋就係俾一啲同性婚姻嘅人領養嘅人啊，咁佢就係一種冇父愛或者冇母愛成長嘅人，佢深受其害，所以佢出嚟遊行反對啊，就係點解自己就因為有受害者，所以有時。大人只會講到自己的權利、自己的理念，冇理會到小朋友成長的時候係幾咁需要有父愛嘅。所以今日我哋聖經嘅經文啊，耶穌基督俾到我哋一個使命，去傳揚福音，為基督嘅服務作見證，更係為福音嘅價值作見證。所以我哋求天主賞賜我哋呢份恩寵啊，能夠有勇氣。一定要堅持，要堅持我哋嘅信仰，特別福音價值、福音嘅信仰，傳統我哋就話，我哋大家。
因此在提醒什么？